睡觉的吗？真实的我有点反差啦，我可能会不开心。上帝啊，他出现了，到底想不想？不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 蔡敬轩，在括号的 MV 饰演斯文的女生。有人见到 MV 是拍睡觉的吗？这是我拍过最开心的 MV。Cinderella 睡觉。会有王子来亲啊，但是我睡觉是。王子来都跑掉。会演到很棒，我猜平时应该也是一个恋爱床的人，因为他演到很自然。角色的性格是怎样的？我就是代表黄色的，然后是一个斯文的蔡敬轩，跟真实的我有一点反差啦。在我的括号里，窗里亮着一盏灯，还有一个等待的人。白痴欸，我就跟他比较相反，我是那种多巴胺那种颜色，然后很多很开心这样，然后我是一个博哥这样。 OK， 欢迎大家来到菜后架，今天来吃一下在 MV 里面亲手做的早餐。它面包蛮香的啦，但是如果我每天早上都吃这个的话，我可能会不开心，因为很干。吃福建面、咖喱面、炒粿条，这也是我这重口味的人啊。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东西，就是我发现他跟我都很喜欢吃东西。I'm so hungry, so hungry. I'm very, very hungry.就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记得他给我拍照的时候，我们要自拍吗？然后他把手机交给我，你拍，因为你的脸比较小，这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人讲我的脸小。我那个时候我感觉啊，上帝啊，他出现了。写日记，零食。OK， 写到手机。喂。未来有很多。OK，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本书。如果从之前就从我第二首单曲听的话，应该都懂这本书是什么吧？就可惜你不想是在海边的时候，我就写什么哭过就好了，终究会好的，很 sad 的。然后下一首就是我的 type， 反正是画那种 sweet sweet， 然后两个人撑着雨伞。今天要受什么痛呢？应该就是要受这种。写不出歌的痛，希望你们看这本书这样痛啊！我以后要拍这样多 MV 啊，每一本都要写东西在里面。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能够和他一起合作。这几天然后录音跟今天 MV 可能培养下来的一点点默契啦。来一点简单的默契考验。哦，哇哦，好不好？3、2、1，你们要比一个 love。OK。3、2、1。三二一，讲出一个什么立刻想到的词语？啊，什么这样容易？他不懂哎，感觉 get 不到。哎，我 get 不到哎。我们来想一个词。括号。哇，很有默契耶，很有默契。你不要破开 NG 了。想到一个词 ，OK， 好 ，OK， 1、2、3，括号，括号你想不到，不是，你开始讲了吗？输，Oh my god， 他真的是比我还吃货吧？他这个时候还想这次，去看啊，去看啊，对，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 MV， 看啊，不然我给你一个感叹号。